铁皮顶货仓烧到火光红红，大量的黑色浓烟不断涌出，升上半空。大批的消防员赶到现场救火，火警现场是麻沸唯一间货仓，星期四下午三点突然起火，消防要动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扑救，初步有二十几个居民要疏散。有经营建筑公司的村民报称被波及，烧毁私家车和搵食工具，损失超过200万元。